聽唔同，我俾邊個禮貌？我使得俾你佢啊！大家都係打工嘅，你閉聲啊！近日網上瘋傳一段短片。一名穿短衫短裤踢拖的男人在香港仔中心对开南宁街街头被几名警察包围，怀疑拖鞋男因为被交通督导员抄牌深深不忿，在街头高声狂闹。大家都是打工的，你闭声啊！喷车！你攞车牌啊！人靓你同我抄啊！你睇下字啊！我生下住啲嘢啫。经警员多番劝喻之下，呢一个男人最终先肯翻上车离开。